这是咱来交托体验文，体验文伫信息后壁面。体验文第十八篇，也是诗篇的第六十七篇。这是我来客，请大家来念。愿上帝怜悯我，赐福予我。还有天主宽待万万，倘若全世界知你的旨意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欢乐你。一声，万万国快乐，心花欢喜。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，你无世界无难过。上帝啊，愿世间人拢称赞你，万民拢欢乐你。土地有生产五谷，上帝万万上帝。愿上帝赐福予我，愿天下人民拢敬畏你。这是咱来享受上帝的话。圣经记载伫旧约诗篇第一百四十九篇，诗篇第一百四十九篇第一节，恁着俄罗耶和华，着唱新的歌，俄罗耶和华。在神的百姓的会中学了伊，愿以色列因为做伊的主来欢喜，愿锡安的百姓因为因的王来快乐，愿因跳舞学了伊的名，拍鼓弹琴唱歌学了伊，因为耶和华欢喜伊的百姓，伊要用救恩来揭最谦卑的人的尊塔，愿神的百姓因为所得到的阳光来欢喜。愿因伫眠床里出欢喜的声，愿因的嘴学了上帝最悬，手拿双面来的剑，通报应外邦，兴发列国，用刃拔因的军王，用气球来锁因的人心，要伫因的心上行所记载的判断，因神的百姓拢有这号阳光，恁着学了耶和华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主赐福予听耶话，搁去行啦。这是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是诗篇的149篇第一节，请咱做阵来读，来意。你若乐了，了我，就是。